阿弥陀佛，大家好，我是李继谦，欢迎来到我的午间直播间。今天我们又来做一集戴胡师父巡礼天下，为所有有缘的众生解惑解答。但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那昨天呢，我就做了一场同样戴胡师父巡礼天下的直播，放在 YouTube 了之后呢，今天早上就有一位观众在那里留言，那他或许误会了，以为那个直播正在直播中，所以今天早上大概十点的时候吧，十点早上他就连续发了三个问题在这里问师父，希望师父能够帮他解答。可是直播是昨天嘛，今天早上问的话呢，当然就不可能有师父在直播中帮你解答。可是这位观众他并不知道呢，后来还留了一个留言，大家看到吗？第一个留言他说，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连续放了很多个问号，虽然放了一个嬉皮笑脸在那里呢，但提醒大家一下，跟一个师父说话，尤其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师父呢，请注意您的礼貌，不要误会了直播的时间，然后自己在那里自问自答，然后还有一种好像发脾气这样子，留了这么多问号。在网络语言中呢，留这么多问号来问问题呢，实属不礼貌以外呢，也是代表一种大喊大叫。如果礼貌不佳者呢，请恕我一概是拉黑的。如果在这方面学习有困难的话，我非常建议您读《了凡四训》这一本书。《了凡四训》的第四训有一训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好好学习的，就是谦德之孝。这里也有提到说，还有这个积上之方，这两个训里面呢，其实都有提到一点，对于知识比我们多的人，对于德行比我们好的人，对于一个如果有大力在帮助众生的人，又或者比我们年长的人呢，为什么礼貌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因为误会了直播时间，以为没有人回答你的问题，在那里大喊大叫呢，然后会损了自己的福，在这里提醒大家。所以好，提醒大家礼貌之后，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戴胡师父今天在这场直播中为您解答的呢，请赶快留言。无论你要问的是佛法、命理、风水、修行，又或者其他疑难杂症呢，都欢迎你留言。但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您所问的问题是比较个人化的，需要看八字那一方面才能够解答的话，那您就要自己拨电给戴胡师傅了。有观众留言问我师傅的电话号码几号啊，这个很容易，自己去师傅的戴胡师傅的脸书就能够得到答案。阿弥陀佛，师傅您好，我是季谦。阿弥陀佛，大家好，感谢师傅您再一次莅临我的直播间巡礼天下。我也必须得感谢您愿意借助这平台啊，让我施展我多年的才华。刚好啊，师傅，刚好本来今天要工作见人啊、见顾客哈，但是有的顾客呢始终没有把 Zoom 的一些准备工作给做好，所以我就有空了，师傅。啊，那太棒了。好，师傅，那您要先跟观众打个招呼吗？哦，不要。您聊了，师傅。小孩子啊，小孩子很淘气啊。会啊，他要玩东西，他就不管人了。好了，好，那但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呢，这直播呢，大家午安，大家吉祥，大家好，我是戴胡师傅。再次有这机会呢，为你们服务呢，是我的荣幸也，感恩啊，感恩。师傅，这两场直播，第一场直播回答15题，昨天那一场回答了21题。对，一共回答了36题哦，回答了这么多，36啊！哦，你说这两个集加起来了？对对对，21加15就36嘛。啊好。那你回答了这么多问题之后，师傅有没有什么感想啊？在我们等待观众留言进来的时候，可否请师傅您发表一下你回答了这么多问题之后？因为没有什么感想，因为你懂，我从事这行已经30多年了嘛。对对。然后我修行是20多年了，所以没有了，这些都是过去都看过的，只是说那个人的长相变了，那么皮肤变了，那么手术必须变了，但是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是，好像没有什么感想了，因为也是驾轻就熟了，驾轻就熟啊，已经是家常，对我来讲是家常便饭了，
所以欢迎各位线上的，现在呢目前有185位观众已经进来直播间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在直播中请师父为您解答，无论是关于佛法修行风水命理，又或者有一些疑难杂症呢，都欢迎你留言，又或者你对于今天的天气为什么这么热呢，你也可以问师父也行，他也能够有他的说辞来告诉大家。我目前还在等待留言进来，师父你有什么想要跟观众先聊吗？不用聊了，就等吧。我们学佛人就没有照做了就是自然吧那就等了，等了等待因为突然间现在是像上班的时刻嘛，所以没有人进来也是难免的，不过已经有180人，也是代表也有人关注到那个戴福师傅了。有啦师傅，大家都在等你去开你自己的直播间呢。告诉我爱要怎么做。师傅，这一次的问题呢都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观众嘛，那如果我们今天现在我还没有看到问题进来，你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去回答一些昨天的问题呢？昨天什么问题？其实有，我在看留言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好像师父您还真的没有回答过的嘞。有一位妇女，她其实是为她年长的母亲问，她的母亲现在有老人痴呆症，那她看到妈妈呢整天在家里有一种好像魂不守舍的在家里走来走去。妈妈本身虽然不是佛教徒，可是这位妇女她留言问的问题是说，能不能够推荐怎么样的一些比较简单的佛书可以给他的妈妈来阅读呢师父？因为他说他妈妈没有办法看电视机看很久，但是妈妈识了一点字，所以不晓得师父您觉得有老人痴呆症然后已经年事已高的那个老妇人呢应该读哪一种佛书开始学佛呢？但是最浅的入门佛书或者甚至了凡四训都很好给他知道他这一生走过的岁月呢乃是跟命造有关系的让他看完之后能够跟自己的呢去规划他未来的人生这些比较入门的书籍很多可以上网慢慢的查看比如说光目女这些都有图案的给他看可能会比较好。光目女字不要太过深奥的是对，我觉得一些佛教经典的卡通也蛮适合的 YouTube 那里蛮多的，虽然他母亲是道教徒，但是道教徒也有拜观世音菩萨，那我相信他妈妈也有拜观世音菩萨，因此我的建议是说你也可以去给妈妈读一些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因为有共鸣啊，他们在学佛路上的时候他的接受程度会比较快，那如果他临终时也懂得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的话，那就真的太完美了，因为观世音菩萨必定会现身呢来救您的母亲，接引他去到他想要去的净土。其实道教跟佛教都没有分的对吧师父？对啊，那至于这位妇女她既然有关系到母亲这样，那她应该多多陪伴她的母亲呢，帮她的母亲师父您说没有，他自己本身应该多多陪他母亲跟他母亲讲解对我觉得这边有点漏洞其实你像他是不是用他家里是不是有安装什么闭路电视什么吗？对对对，他那时候有说他通过那个 CCTV 就是家里安装的呢来看他的母亲在家里的状况应该是这样的那其实很多人就是会把事情丢给社会丢给社会，其实我们作为子女的父母的一生就像我们小时候爸妈妈带我们一样的，他老了其实就是他回去了我们婴孩的时候，所以现在是轮到我们看他的时候所以你这样看到妈妈这样你应该赶快出来要多出时间陪妈妈让妈妈去上一些佛学课程很容易长期佛教的长期这都很好是，如果妈妈没有办法读的话呢你也能够读给他听，好像 Big Time 很容易解决或者就算没有讲佛法陪他讲话也是一种孝顺，了解他心里面需要些什么带他去做一点运动看看一些对走动让他气血流通这样可以
师父声音，还有了解他生前，还有了解他呢，到底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一些还没有完成一些心愿啊，以免他将来啊突然间走了呢，啊就会有一个啊留个挂碍在那边嘛。是啊，这样啊。师父，舍利初女士她说：“两位老师好，舍利初女士提醒你一下啊，这里呢不叫老师，严格来说呢是叫师父。新马一代呢，我们的工作职业称呼都是称为师父，而且戴虎师父啊，他已经出道30多年了。以他这种阶级的风水命理师呢，以老师来称呼呢，似乎还是不够恭敬，所以请改一下您的称呼。哎，两位师父好，请问您，我想问，自从搬回旧家住，身体一直有一些小毛病，为啥呢？感恩师父。”啊，我觉得应该啊，应该当场。如果他现在马上改叫师傅，我先才回答他好吗？还有另外一个人啊，先给另外一个人好不好？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很多，就还是有人叫老师，其实这样不对。你们作为观，你们都有收看了、啊、这些师傅的视频啊，直播这些不应该重犯的。啊，老师其实不用在这个啊，不再用在这里。老师是一般是指外面一般的。啊，教学的一些人，专业人士叫老师，比如说学校的老啊，学校的啊，教课的就叫老师，啊，老师。Okay. 那老师呢，普遍的是台湾啊，台湾跟中国大陆那边所称的，对啊，说他 OK 啊，因为他们为什么叫老师？他们认为师傅是旧称，老师是新称，对，其实没有了啊，恩没有新旧 ，OK， 那么福德也没有新旧，是，而且告诉大家。那个师父的父呢，应该是父亲的父、啊、很多人会把这个师父呢写成另外一个父，那另外一个父他的意思、哦、在我们这里呢其实是代表着比方说厨师师父、司机师父，也就是技艺人员的那一块呢，一般就会叫那一个师父，但是真正戴虎师父所用的父呢是这一个父才比较正确，而不是这一个父，所以大家要把这方面的文化给学好，好不好？来，师父，舍门药女士她问：其实身体有刺青会对我们有影响吗？啊，那这位女士有先叫人吗？没耶，师父，她就直接问问题。好了，那另外一个吧，因为这时候就要教导众生一些礼貌的啊，因为这是基本礼貌的。他们这样的也就可能他们会对他们父母也会这样啊，所以我们出来，我们作为师父呢，这个也是我们义务要教导众生的。好了，那就等待那下一个吧，有教的教好的人再回答吧。好，师父，现在我还在等待留言，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戴虎师父为您解答，无论是关于风水命理，又或者那个修行修法上的一些疑问呢，都欢迎大家来提问，踊跃的提问，这里知道了之后呢也可以利广大众生。师父，舍利初女士她有跟您道歉，她也有用对的师父，她说好的，对不起师父，知道了师父。好，如此可教，你马上回答她。好，师父，她说她搬回旧家住了之后呢，一直有一些身体有一些小毛病，那请问为什么呢？那肯定一是旧家的风水问题，二是你流年的问题。就像最近有几位呢，他来找我，他患癌，而且是患的是癌啊、嗯、啊，或者是什么淋巴的问题呢？让我看哦，我就问他是不是正，是不是去年才这样？他们说是的。嗯，我说因为呢啊，对，因为有些是流年的运啊，流年运呢走到了啊，他自然呢就会呢就涌现出这个问题来。那么肯定第二个一定是那个旧家的风水有问题。那第三就是饮食啊，饮食啊，病从口入，我们从小学就读到病从口入，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要注意饮食非常的重要哈 啊千万不要呢，不要让有心人的得逞。你看他们现在邻里的那种小间医疗中心啊，什么大医院都邻里，为什么就代表新加坡国人的健康呢？老早已经亮起红灯了。嗯嗯嗯。OK， 大家小心啊，因为呢，苦是最苦的，病苦是最苦的。很苦啊，很苦的，病苦是很苦的，而且有时候拖呢，就拖了呢很久，而且很久不用紧，能够医好是好事。问题是拖了越久呢，后来呢，演变成更重的状况了，而离世的人，那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悲惨的一种命运啊。OK， 饮食很重要啊，那饮食的密码呢，也是我这里的第二个最多人买的密码。所以给好说话，我回答这位。啊，这位女友情，那肯定是你旧家的问题，那也可能是你流年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对，所以你们要问这些病痛的，我这里就是说小说会哈，那你们可以留啊，你们可以写出你们的生日就可以了。以师傅的功力呢，看你们生日就可以知道了，啊，不用给你们时间呢、啊，或者是留你什么啊生日啊，那么也告诉你们要加门牌好不好？啊，如果需要问病痛的啦，或突然间什么事情的，给我你们加门牌，啊，你们住哪里不用给我，帮你们保密啊，你只要给我门牌就可以了。啊，你不用给我大牌也不用紧，你给我门牌就可以了。那给我你们的生日 ，OK 啊，生日阳历的生日，有很多人把农历给混淆了，而且有些差得很离谱。是是，师傅，这里有一位 Choi Fong Chen 女士，两位师傅下午好，买万字票中的奖金是我们自己的未来钱吗？哎，还是的，在有这样的说法哈，那么中这些奖券奖金的钱呢，其实是有两个说法，一是用我们自己未来的钱，二是用众生的钱，啊，众生的钱啊，那好，那要怎么做呢？所以因此我们要循环那个因果，包括我们投资赚来的钱啊，都要循环那个因果啊，要循环一个，因此我们可以拿出呢至少15%啊，你中了奖金啊15%啊，给这些社会上一些弱势团体。啊，或者是帮别人啊，把就是说，就是或者是赈灾啊，这些是最好的。对啊，这样或者再者，帮你的我如果妈妈已经爸爸妈妈已经不在，帮他们做法事超度，这些都很好。帮祖先，尤其是祖先最为需要了，因为祖先很多代啊，他们其实都没有碰到呢，人家帮他们超度呢，所以他们久久不能够出去那个苦处哈、啊，所以很需要我们现在这些孙辈呢，来帮他们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了。是 OK 好的。而且有时候中了万字票呢，有的人他只会拿去享乐，这也是不对哦，师傅。啊，师傅，我在等待留言进来。嗯，没关系呢。那在某些在讲这个中马票的事情，那中奖券就是用未来钱，也是用众生钱。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我们投资赚来呢，还是甚至我们做工，我们做工所领的薪酬啊，都可以去做善事的。是啊，因为你的工作呢，也工作有些都是跟众生有关系的。对。啊，好，比如说赌博业还是杀生业啊等等。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一下啊，师傅，我先回答这个问题。Trina Low 女士，李师傅、戴夫师傅，我儿子在吉隆坡读学士，租的房子常听到有声音，还会学他咳嗽和发出某一些声音，该怎么办？而且儿子眼睛偶尔还能看到鬼啊。嗯，好的哈，那好，那如果做这些事情的话呢，那也希望你们能够提供你们啊家人啊亲人的生日啊，生日就可以了，啊，生日可以啊，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啊，还有门牌啊，门牌哈、啊，没关系，那但是说他儿子看到一些灵界朋友吗？偶尔会看到，而且现在是还没有看到，现在是还没有看到，但是他家的鬼会学他儿子咳嗽及一些其他的声音。他怎么知道是他家里的鬼所发出的声音呢？因为儿子听到吧，我想儿子听到啊、嗯、好啊啊，那个是我要查一下，因为有时候是他们的幻觉，有些是有跟小孩子不懂啊，所以这个我要查啊，因为这些我们必须查才能够给正确的一个答案。这个孩子不小，师傅，在大学读学士，今年应该有19-20岁了吧。嗯嗯，好，那好，等他了，等他发出给出他的生日的时候，我再回答他，把好他的门牌。好，因为现在呢，我也无从回答，好，无从回答。好，那我们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不会给那种无聊的啊，或者是没有根据的回答的、答复哈。哎啊，等这位这位亲爱的同胞啊，你们给啊，要记得 OK， 要问这些什么病痛，什么时候好了，风水什么最好呢？给生日啊，给你们名字跟你们的门牌。啊，记住门牌就可以了。有一位蔡婉平女士，她说：“戴夫师傅您好，我也很想知道刺青在身上有何影响运程，谢谢戴夫师傅。”蔡什么？蔡婉平吧。蔡婉平啊。嗯。蔡婉平。她这边写的 dialect 是 CHAI， 所以可能不是姓蔡，但她读出来是蔡婉平。OK， 好。
OK， 好，那车型当然有啊。那我记得在早些时候，前几个直播，在直播里面我提到哈，在之前个直播里面我提到呢，其实破相是破，其实我们打耳洞其实就破相了，但是那个是最轻的破相，打鼻洞、打舌洞、打气洞，这个当然破相就更厉害。那么呢，刺青是更厉害的破相啊，而且刺青呢，你刺图案如果刚好不是适合您的。更是会夜长梦多了啊，他会把你的整个人生的运程给拉下来啊，这个是有的啊，因此啊，小心啊，小心啊。有的人刺很大块哦，师傅，有的人他喜欢在背后呢刺一些佛像，又或者咒语，真的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吗，师傅？可以的啊，因为根本上是我们怎么跟的是真真人生活佛，他在书里面有提到，提到真的啊，尤其是梵文。古梵文的把它刺在我们的身体呢，确实是能够达到。因此你看到那些泰国人嘛，他们喜欢把这些巴利文刺在他们身上的，因为他们就是用来做结界用的，是可以的。不过也要看刺的人，对。当然，如果这个人如果没有守戒，他还是去干犯一些东西去花天酒地呢，他呢他的那个那也慢慢的也灵力也会下降了。是可以的，因为古梵文本来就是具备了一种法力的。这种语言呢、古时候的语言文字。师父，您的意思是说，法力文啊，刺青在身体上会是一种破相，那破相基本上就代表自己的运程不会那么顺嘛。可是又能够刺咒语或法相在身体，这个破相就不会影响到运程吗？不会，因为这是佛菩萨的种子字嘛。佛菩萨种子，佛菩萨呢是修行觉行圆满的，圆满的，而且佛菩萨尤其是佛，佛的果位是空性。空性什么都不能够破坏的那个是另当别论，但是一般的图案一般的文字呢，这个呢你们就要根据你们的八字去刺的，如果想要有这方面的习惯的朋友们如果你要去刺青，也要先了解你的八字的属性，那刺的不只是能够达到你的欲望呢，当然也能够带给你好但刺青一般上都是属于破那么都是属于破相的。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想要把这些咒语或佛像啊、神像呢刻在自己的身体上呢，但有一点要记得的就是说，不是代表您刻了之后呢，你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因为如果您的德行依然有损的话呢，这个东西呢，其实它能够帮到你的那个作用呢也不大。你自己呢始终还是要修，你刻在你身上呢也不代表你必定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因为你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的呢始终是需要有足够的德行和福分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把心经刻在我的背后了，从此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念经了，我可以不用修法了，我做什么东西呢没有任何妖魔鬼怪能够伤到我的，不是的，非常不是的。如果那个是小明，那个小明的想法。如果大家小明作弊的想法那么要真正的摆脱世俗的这些病、生老病死苦等等苦八苦呢，我们要修行得正要相应了。也就是说，你本最大的结界就是你自己已经修炼成你的本尊了。本尊就是你是本尊的话呢，什么降头都根本不着你的身的。是什么降头呢？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呢？尽管放马过来，因为你已经本尊了，没有人可以去伤害本尊的。对，如果对于咒语这方面有想要进一步的了解，非常鼓励大家去阅读我根本上是圣尊莲生活佛第148册《咒的魔力》这一本书。哇，这本书真的非常好读，它揭开了鬼神之间的一个秘密呢，也告诉你念佛念咒呢如何能够达到自心明，还有直接到达如来的心。帮你刺青的那一位师父呢，其实也是很讲究他的德行，因为就好像我们请谁帮我们开光佛像金身也是有讲究，谁帮你刺青这个咒语啊等等等呢，也依然是有讲究的。好，师父还有几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守护神的秘密，应该是114114这本书守护神的秘密是这些背后的高这些呢都是我们学法的人应该要去了解你的护法根本护法他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是职责是什么那么怎么样去跟他取得相应好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一个根本本尊及根本护法的。伊莲露女士她问两位师父下午好，
请问抄完经本，经本应该如何处理感恩？请问抄完经本什么？抄完那个经本之后，那个经本应该如何处理啊，师父？好，那你想要怎么处理呢？你问我吗，师父？我是问回答其实我因为禅宗嘛，就是他会访问你，然后激发你的那个智慧。嗯，好像灭火者是谁？谁是阿谁？阿谁是谁？他其实是要刺激你的那个脑波，让你能够顿悟啊。所以好，那我问你，你会怎么处理？你想要怎么处理呢？OK 啊，好了，我现在告诉你呢，其实抄完经了呢，你们当然可以焚化。对那焚化之前可以做一个回向。回向写在那个经本的后面呢。嗯，师父，有的人会就是菩萨的面，在坛城面前回向才焚化都可以或者是用作呢那个资源回收也可以。资源回收，这个经本如果要焚化的话，首先你得先写在比较容易焚化的纸。有的人会觉得说经书不能够烧经书烧的话呢反而会有毁坏经书的那个罪名，其实不是的。因为在我们的真佛宗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弟子他很喜欢抄经，他修行的方式就是抄很多很多的经。我记得有一位师兄，他专门特别喜欢抄金刚经，那他抄了这些金刚经之后呢，他把它焚化，这个灰呢就有的会撒在那个死人的身上，有的会撒在大海中，有的会撒在一些已经过世的宠物或动物的身上呢。原来当你用心抄经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功德，然后你拿去焚化成灰呢，同样也是可以帮助亡者呢消除累劫的那个业障在那里的。没错没错，每本经典都有它的这样的一种功能福德得力的都可以撒在坟墓区撒在坟墓头让亡者能够获超生都可以。对而且你烧了你自己涂抹在身上超度你自己先帮自己消业也有的人他抄完经之后呢，第二个选择，如果您不要焚化的话，那第二个选择呢，其实你也能够把这个抄完的经本呢供起来，也就是说摆在神坛上呢，来当作这样子的去朝礼他、顶礼他、礼拜他也是 OK 的。那也有的人他抄经给爸爸妈妈累积很多他就一直抄，然后这个经本呢就随着那个棺材呢一起整个进去焚化也是可以的，所以有很多的方法供大家参考。Sky Lloyd 师傅他问，两位师傅下午好，11月26号，应该是他的出生日期。师傅，我的右上眼皮一直跳一个星期，请问是什么？谢谢师傅。跳一个星期好，右上眼皮，他是女性吗？这里看不到了，师傅。Sky， 他叫 Sky 啊 ，Sky 通常是女生是吗？我真的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是吧？好，那么呢？有房间有一首呢，有个偈呢，是这样念的：左眼跳财，右眼跳什么？有听过吗？有听过，师傅，但我忘记后面怎么接了。那右眼跳呢，通常是主了一些凶事，而且真正来讲，其实要看几点跳。一天的24小时是哪一个时段跳，才是真正的准确。这个是我很早前有学过的所以要看跟那真正的要看是你是在几点跳，对，你要记得很清楚，你第一次发生他跳的时候呢是在几点，是在早晨的6点、中午12点、下午3点、傍晚6点，还是晚上9点，还是凌晨12点，这个都有另外一个解法一种说法，所以现在不能够回答。但是右手边跳呢，通常呢就说你要小心这段期间不要跟人家有一些争执OK， 多多的忍让就没事的。是没事的。而且有的人呢为什么刚才师傅会问说 Sky 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呢？因为男的右眼皮跳和女的右眼皮跳其实有分别的，对吧师傅？OK， 所以这个也是告诉你们的知识了那么你们每个人都来问问题，其实也是很好那如果有1000个人看到你们问题，其实你就跟1000人去结缘了。所以大家要不妨的踊跃的参与发问题。好，师傅。发问题那也能够呢，也能够呢，
跟众生结缘是很好的。师父，这里有一位 Kin Lim K I N Kin Lim， 戴如师父、基仙师父好，感恩感谢你们的直播。弟子3月20号1976年属龙的师父，门牌28楼06号，两双膝盖绞痛了将近一年，想要师父指点，感恩谢谢。好啊，他几月几号？3月20号。3月20号，好，那门牌几号？28-06。28-06了，2806，好，那门牌没问题，那恭喜你，门牌反而是旺你的。但是呢，问题讲的是因为你本来的八字本来就有骨骼的问题啊，骨骼呢，也就是随着你年龄增长呢，而你本来八字呢，还会有骨钙化，钙化啊，骨质疏松啊，这个本来会有问题。那为什么会这时候发生呢？那应该是你的内部的装潢有问题，也就是说，你可以现在去看一下你的玄关之处呢，或者是家中有没有摆设一些什么什么一种他们这种。有力就是有一种有力球在滚的那种风水吉祥物哈，可以让你去看一下啊，我可以看一下呢，玄关之处啊，玄关之处呢那边呢有什么，会不会有太多的东西阻扰？老给要但是阻扰呢那边呢清理一下。OK， 你的八字本来就有骨骼的问题，那你的年龄期因为你是76年的，所以刚好是他发病的时候，那门牌没有，门牌相当的不错啊，相当不错。OK 啊，恭喜你，你门牌很好啊，那记得买哦啊，中了啊，听者有份啊，中了记着捎来一些啊，捎来一些问候。来来，现在线上344位观众，来听者有份啊，听者有份啊，听者有份啊，这位啊，这位大姐吗？还是什么？我不晓得，师傅，不晓得，点进去他脸书才看得到。另外一位，好，师傅，下一题。那如果想要更加清楚呢，那你可以在每天时间放呢那么尝试打戴如师傅的热线号码那个时候我会进一步帮你查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18岁，因此我无法叫你发你的照片给我看可能你不会看但是你只要发你的照片给我看呢，那就更加能够呢对症下药 OK 找出那个症结的所在 OK OK 拜拜。雷文香他问。两位师父好，我儿子周凯伦农历10月20号2019年，从去年尾一直生病到现在，伤风咳嗽之类，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好，他的儿子几岁生日几月几号？对不起，农历10月20号2019年，今年华人4岁啊，师父生日还没有到。好，那请各位呢，大家呢给你们阳历的，因为我说过很多人们把农历给混淆了，而且相差很远。OK 啊，那他给的是农历10月多。对对。那当然就是初冬了啦，他已经进入初冬了那他的孩子一直咳嗽不停吗？他讲咳嗽跟伤风，从去年尾。OK 好，那真正来讲是伤风因为这孩子的八字是他鼻子他的呼吸道。他的鼻科鼻窦炎要注意他的鼻窦炎咳嗽其实是因为呢可能有一些痰呢卡在他的肺部他的呼吸管道呢然后一直瘙痒那真正来讲你给的你孩子治疗呢这位孩子他是一个鼻窦炎的高风险患者来的，也就是说他的鼻子是敏感的。不只是鼻子耳朵也是，所以鼻子耳朵跟肺部呢呼吸道呢这个是3连贯的所以他发现明显是有这个问题的，再加上如果你们家的风水呢有催化，那当然就会但是别担心好消息告诉您，这两年是您的孩子的好年，所以因此他应该在不久呢就会得到了好的医生治好他了。哇，恭喜 恭喜。那如果你不能够等待呢也一样欢迎在每天10点半、10点半呢都可以尝试拨打戴如师傅的热线专线号码，跟那师傅会呢更仔细的帮你找更仔细的师傅给你好不好小事 OK， 对师傅来讲呢这些根本不成一点事，因为这是我30多年都在做的。是是。好，另外一位。好，我再滑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戴如师傅。刚好有一位许春贵女士，师父和戴如师父下午好，我问
自己从小到大咳嗽与鼻炎是前世因果吗？谢谢。哎，是的，这位姐姐啊啊，我听我讲过了，天底下呢所发生的呢，无外都不是因果啊，都是因果来的。那发生的呢也有它的迹象，那到底他生日吗？没有啊，没有。啊，好了，那是的，是因果来的，也是说这个人呢，他前世很喜欢贪嗅啊，贪闻、贪嗅东西，那当然这个事他就有彼此上的一些因果病了。对对对。啊，很喜欢去嗅女人香。啊、女人花要停在枫叶中啊，他喜欢去嗅女人啊，闻女人嗅女人的香啊，这些啊，那他就会呢啊，就会有这个鼻子的问题的。啊，我们这一世的活着可以这么说哈、哦，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前世因今世果。就连现在大家能够在一个星期三下午3点多左右呢，聚集在这个直播间呢，也是有一种前世因跟今世果的。说不定大家前世本来就是一起学佛的，只是现在呢。对对，而且呢，啊、那我为什么每次直播都有这么多人来找我呢？啊，因为呢，那因果就是我过去呢本来就是一个风水命理师啊，那么因为我过去就已经是非常哈、啊、红遍了大江南北的，或者是呢啊小巷哈、啊、非常有名的，那来每天访客都是上百的那种啊，那你是其中那一位呢？到了最后你拿的号码，那到最后轮到你是，可是我的那些那个书童还是谁呢？就出来说啊 ，Miss 或者是 Mr 啊，先生、小姐，不好意思啊，我们啊，刚好我们打烊，你明天再来吧。所以你们就怀恨在心的，临走前就回头看了我的招牌啊 ，Be back 啊。所以因此这次你们再回来找我，是因为你前世呢你问不到我，所以这次你一定要找到我为止，这样的。这些找不到大夫师傅不罢休的那一种哈。啊，对对，哎对啊，英国了啊，就去英国了。是是啊，对啊，所以你这次一定要来找我，你看到我就觉得哎很熟啊，这名字哈、啊，也是不样子，不在哪里见过他的，对啊，这样 啊那其实就是前世呢，你本来要来问事的，但是因为呢时间到了，我们打烊了呢，啊，刚好呢我们打烊了，我们请你改天再来，可是你却没啊，你走的时候呢转头看我招牌啊，那么丢下去狠话啊，我会回来的，那回来呢来是这样的啊，你在有生那一世里面回来。但这次呢，因为讲了这句哈、哦，啊，就由心出发的话呢，因此你这次一定要来，一定要来找我的。嗯嗯嗯。哎，那我必须得还你了，因为我叫你我改次才来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必须得履行那个啊那个信用的。啊，所以就不要随便答应人了。是真的，不要随便发誓哦。哇，来世我还要跟你做夫妻，来世我们还是要做姐妹，又或者来世我们还要再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种话有时候一讲出来呢，师父说不定就刚好阻碍了你下一世的修行因缘呢。嗯，对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们真正智慧人是不会再回来这里的，因为这里呢都是呢众苦交加之必然，是五浊恶世来的。你看了吗？现在社会呢，现在空气吧，你看空气呢，跟以前空气相差很大，对 对, 对，气候也变化很大，是。好像我现在跟人们讲话，我满头都大汗，啊，满头大汗，真的是哈、啊，我真的很想要赶快结束直播，可是不行，啊，好，对啊，要必须有定力的，对，啊，因为现一切都在变的，食物也在变的，想要吃到以前好的有好的味道的呢，现在已经难找到了，嗯嗯嗯。那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变化了。啊，以前人与人之间感情是都比较好，比较有一种往来。现在人呢，都好像很，啊，这样比较啊，比较漠一种比较冷漠这样的。嗯。啊，好冷漠这样的。对。有一位台湾的大学教师林一华，不好意思，如果读错，因为这里出现的是汉语拼音。戴虎师傅和季谦师傅，您们好哦，对不起，我是林一华，来自台湾，是大学教师。因为最近一年学习佛法，开始有意愿想找相应的可以皈依，看您们的影片与文章，也进而看师尊的影片，我也有看，很不一样，也购买书、经典、毛毯等，但尚未拿到，也看了网站要如何皈依，但当天要皈依的那一天，当天就一直拉肚子，我从来没有拉肚子这么多次过，然后学校电脑也是有线网路，不是无线网路，几乎不会遇到网路断掉的问题。后来在师尊讲他身边龙卷风精彩片段，竟然还出现网路断掉不能看，
重新开机才又有网路，这是几乎很少发生过的。所以我就在想，到底是这个不适合不要皈依，就是他问是不是不适合皈依师尊，还是我的冤亲债主要阻碍我皈依？哎，是的啊，那其实有两个说法，一呢是你自心的一种障碍，你要问你清楚呢，你是否是真的啊，犹如铁一般的啊，一种真正的已经下定决心要皈依某某位师父呢？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是确确实实冤亲债主呢会现啊，会现呢现一种障碍给我们，啊考验啊障碍给我们啊，因为过去只因为我们过去呢曾经阻碍过他。啊，他现在阻碍过我们了，这叫做公平。因果就是公平，没有因果，这世界上才是不公平。嗯，啊，因果就是维护呢，维系呢整个宇宙的能，宇宙平衡的一种状况，所以是公平的。啊，就好像人间的法律呢是维护弱者，啊，所以是一样的道理。那好，那您呢，大可以呢在那好，刚才他说他是用学校的电脑，是吗？是啊。啊，那你看了吗？其实他是告诉你呢，应该。不要啊，应该回到家，这个是公家的啊，这其实是有偷盗的嫌疑在里面。除非林老师哦，除非林老师您是住在宿舍啊，学校宿舍里面，那当然这就另当别论。但如果您是在所谓的学校的办公室里面呢，用学校的资源来看个人的东西呢，这是犯了偷盗罪哦。哎，对，那反而如果是的话呢，那反而你拉肚子的话，只是那个片段呢没有掉的，其实他其实反而你要感恩，他其实是支持你的不要造业，是啊，不要有过失，说你要感恩呐、啊，对啊，顶戴感恩，然后呢再找一天啊，在自家 OK 摆在自家里面呢去做皈依啊 ，OK 皈依哈、啊、，OK 那好，就想想我吧，你只是这么一次懂，你可知道我是做了几次我才真正的能够成功皈依的吗？啊，我在文章有没有写到啊？我总共做第三次我才能够成功皈依的。嗯，发生什么事情是不？头两次，两次了、啊。头两次怎么皈依不到？我是吗？你说我、啊？对对对。好，那第一次呢？那我已经好啊，先准备啊。第一次我是差一分钟，那就不能够做了嘛，要正嘛。七点正了，对啊，那好，差一分钟，但我也不，我呢，正人真心，那我也不想要，不想要，啊，就是说，就是说一种取巧啊，不要正当啊，正的真心真念。好，那我就下一次等下一个十五，下一个初一啊，那好，第二次，哎呀，我非常的足够，非常的准时，可是我的大哥啊，我的大哥就睡在那个呢方位啊，那个方位我做了一次方位东啊东好、啊、东边是雨，对，那、啊、哎呀。又不行了啊！那只有好等到下一个初一或十五、嗯，那这下一次就刚好就来到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就成功了。嗯啊、嗯，成功了呢，顺利的呢，就做了那位皈依的仪式呢。对，而且我很快，我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得到了那个证书的寄来给我。我问了我师兄，他说没有的，没有这么快，你要一个多月的。我说没有，我一个人，我给他看。他说他也是一种就是称奇啊。他说、哎、真不可思议，哎 ，OK 啊，有一种瑞相啊。我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是。那后来我还帮我的母亲做皈依，你看吗？我第三次才能够成功啊，因为他总是会考我们的耐心、嗯，我们的那个意志力，我们到底是决心与否啊 ？OK。一次而已嘛，对啊，那你是大学教师呢，这些难不倒你，你能够读到大学教师也可见你的魄力有多么的好，对不对？对啊，加油 ，OK， 加油，干巴的 ，Hi fighting， yeah， OK， 是啊， yeah， OK， 好，下一个问题，师傅，加油，不要漏油啊，真的，油很贵呀、啊，不要给外在的一些东西呢影响我们内心真正想要的，因为名师难求啊。不是出名的名，是明白的明，真正明白佛法理门跟事门，而且都做到的名师难求啊！不要因为一点点挫折就说啊，是不是没有缘呢、啊？没有缘，自己创造缘，对吧？这几场巡礼天下的直播，我们都说了嘛，我们不等待奇迹，我们是创造奇迹的人。啊，那昨天九位小姐不是说我们叫我们什么略略红啊，什么主播什么播报什么什么哦，那位小姐我认得，她蛮可爱，她每次都会搞一些笑的啊。那她还喜欢我唱歌，我后来我看过哈、啊，我看的时候哦，原来是她的，感谢她啊。
啊，这么的一直都来看我们的直播，感谢他啊。应该是如果没错，他叫廖美娟还是什么的。有一位吴小薇吧，可能对不起哦，如果读错汉语拼音的话，吴小薇可能。戴胡师傅、基谦师傅，下午好，想请教，梦中有一个小男孩在家里捣蛋，当时家里四周昏暗无光，但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总觉得他会出现是有原因，于是在梦里念佛号一阵子并回向给他，小孩就在空中消失了。醒来印象深刻，但不确定这个梦是否真实，也想问在梦中回向如法吗？谢谢。当然如法啊！如果真正的这明明白白看得到你做些什么，那是很好的。能够在梦中修行，那个是很不得了的。对，因为人生如梦呢，梦如人生呢。你能够主你的梦呢，到将来你百年归去呢，是十拿九稳的。恭喜你啊！所以如果你所言的出不去的话呢，那恭喜。但是要常常都能够梦，才能够啊，在梦中啊有定力啊，一直到你老还是能够这样，那是最好，而不是只是那么一次诶。是是，哎呀，厉害！是，所以好好修哦，各位。希望在梦中，无论遇到怎么样奇奇怪怪的景象呢，大家都能够因为习惯都会念佛号呢，自然就会念出佛号啊、心咒啊，甚至可能你还会念出心经啊，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象。有的人会好，但我本身就是修梦的啊，我一直都有修梦的习惯啊，也就是说我是修行，其实是24小时的。我在梦中也修行，我在白天也修，我在梦中也修行的。有的人他其实会梦到小孩，有的人呢，我不是说这位女士，她会梦到一些小小孩出现呢，乱蹦乱跳呢，有的是因为是她自己的水子灵的显化，对吧，师父？对啊，对，说了一点也没错，是的，也没错，哎。所以有时呢，可能是您的小孩在告诉您说：“妈妈，我需要功德。妈妈，我还没有走。妈妈，我不知道我可以去哪里。妈妈，你还爱我吗？妈妈，请您帮我。”所以大家不妨啊。去看一下我的一个影片，叫做我不是堕胎流产也需要超度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堕胎的那个因果业障，这两支影片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下一题，师父，他说好，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小孩子告诉妈妈请给我一个便当。请给我一个便当是什么影片，师父？便当呢，没有，是说那个小孩跳好，就是这位妇女的梦中嘛，他其实也要这个便当呢，要找东西吃啊，师父。啊，要有12块那个卖经济什么的。有的人可能他会梦到这个小孩呢，说不定这个小孩是这个家的地基主也不一定哦，师父。哎，他只是化成一个小孩的样子出现在你梦中了，都有可能。那第三个，我就说这小孩是在这边过世的。啊，他的灵魂，他魂魄还是在这个家里面的。是是是。啊，那你跟他有缘呢、啊？啊，你对小孩，那你本身对小孩也有一种啊喜乐啊，一种喜好，你喜欢小朋友呢，那当然就能够有姻缘来的梦了、啊，啊，跟你玩呢、啊，他讲他其实跟你玩这样。是是是。啊，不过当然，如果是真佛宗弟子的话呢，睡觉之前还是要做好结界 ，OK？ 因为如果容易梦到一些鬼怪呢，有时候也很容易被盗气，所以这一点。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跟大家聊修啊。那今天最后一题了啊，你必须得去见客户了啊。好，师傅，最后一题，这里有一位那个 Dorothy 丹女士，季谦师傅和戴胡师傅下午好，我的女儿2015年1月2号出生，2020年开始一直肚子痛，进出医院无数次，一直找不出原因，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家门牌0634，感恩，谢谢。嗯，好，那恭喜你，家门牌非常旺，你的女的孩子，问题是他八字的问题，他八字我可以告诉你非常非常清楚，您的孩子呢走到了2019年，不是2020年，2019年您的孩子其实就已经有问题了。那真正的呢，真正严重化让你们知道呢，是在2020年，也就是说他2019年到2022年这3年呢，是他不好的3年，因此他的身体状况，他的其他的运啊，学校什么全部都会在这3年涌现。那只要他过了2022年，也是去年呢2月4号过后到今年呢，他自然就能够缓和下来。那至于能不能够断根呢，就要看你能不能够有福德找到一个真正能够医治他的医生啊。那么在我这里有个密码，就是看医生的密码，就能够从这每一个人八字中看得出能够医好我们的病的人是姓什么，是长什么样，他的眼、眉、鼻、嘴巴、耳朵、肤色、
来自国家等等啊，他的来自他所效劳的医院在哪边等等等都可以知道啊。所以呢，因此我告诉你，那你的门牌非常旺，你的孩子，但是呢，问题是他的他的运本来走到了2019年到2022年这三年本来就会出事，他的是什么问题？他肚子痛，师傅，孩子。OK 啊，因为这三年呢是你的孩子呢容易感染细菌的三年啊，好，或者他皮肤啊，他的这些都会有啊，都会有啊，身体上违和就很明显，就会在这三年比较多啊，比较多，也就是说他会拿病假单比较多，看医生的几率比较多。但过了2022年啊，来到2022年的去年呢是2月4号过后，他自然呢就会好一些啊，今年也是一样，他的好年，但明年他就会恢复不好。是，所以你要赶快在今年呢，赶快去呢带他去真正努力去求医啊。好，那我再测过给你，根据你给我资料呢，您的小孩呢是比较适合看中医啊，中医 OK 啊，中医哈 OK 好，所以可以去找一个适合他八字的中医来医他。那如果这中医的诊所呢，他的诊所呢在四巴萨呢，那就作废了。这个四巴萨的这个中医是里面的医生呢都不会医好。不容易好你的，给他要离开巴士啊，不离开那个菜市场啊，那么是巴萨 ，OK 啊，那么在一些只要离开这些就可以了 ，OK 好。师傅，我可以回答多最后一题吗？好，可以。请问刘月英女士，两位师傅下午好，请问师傅，我老公在病重的时候在佛前发愿吃素和戒酒，及每天念108遍佛号。过后他病好了就违愿了，那么请问师父，我要承担多少他的业障？是他发不是他，是他的先生发不是他发是吗？对，先生发但是他因为没有因果是很因果不是这样的啊，大家不要搞错了，就是因果是谁发谁做谁去承受不是说怎么我干饭干饭那个条规由你来帮我带罪，没有这回事的绝对没有这回事那谁干饭呢，谁就必须得去承受那个因果的循环。对 OK 所以这位女士别胡思乱想也不要不要呢把不要搞错了因果的，这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是你的先生自己呢要为自己的那个业障呢所交代。是这种，除非是你引诱他破戒，除非是你引诱他说哎呀发愿没关系的啦，你还是可以怎么样的除非是你引诱他，那当然啦，是你引他破戒呢，这个才会承担那个业障。但如果不是你引他的，是他自己没有这个定力自己违愿的话呢，严格来说不关你的事，你还是能够善意的提醒。可是师父，确实有很多人常常都会这样子，在佛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在佛前很多也是过河拆桥了，也是过河拆桥，也是不是拆桥，也是炸桥很严重。炸桥，炸桥的不。师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有人真的曾经发过这种我为了谁谁谁，我为了什么事情我可以如数，可是后来他发现他做不到，又或者可能他来找我们之后呢，发现原来他的八字非常不适合吃素，如果吃素的话身体本身会有恙，甚至严重的话呢也会影响到一种生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去所谓的但他必须得向那一尊来尊佛菩萨或者神明呢再次的上供，然后跟他讲明白这个缘由，就嘛但要交代了，要跟他讲说其实不是我不要如数，后来我才发现到我如数呢我身体上的一种违和出现了很频率，那甚至呢我越来越虚弱我越来越虚弱能不能够呢就你跟他讲说能不能我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偿还我的业这些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但是就是说您不要投机，就不要有一种取巧的心了你答应了就做到了。对 OK 但是佛菩萨并没有这样的这样的一种来折磨我们，没有没有所以佛菩萨甚至告诉我们呢不要勉强自己，是不要随便发愿，那如果发了愿之后后来某一些情况的发生导致你没有办法守住您当初发的愿呢，你可以去跟佛菩萨讲，这个讲究的是你的坦诚，而不要一种装蒜，我们讲地龙好像就当作没有一回事，因为这个东西你犯了那个妄语戒，就是说到但你没有做到，而这个妄语戒呢，如果你一天没有去跟这个神明禀报及解释的话，那这个业障呢每一天都在算，
可大可小哦，可大可小，嗯、对，可大可小，对的，好呢，对，不要冲动。感谢师父，今天您回答了14道问题。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大家也记得要留言感谢师父哦，不要只是感谢我，感谢师父今天为大家解答。我是李吉谦，祝大家日吉祥，夜吉祥，一日六十，恒吉祥，恒吉祥，再次对礼，感谢师父，感谢大家的莅临，感谢大家再会啊。